您吓我一跳，大爷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您休息会儿吧。是你、啊、床我都给您铺好了。哎呦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别客气。你看看啊，现在这个环境啊，真好。嗯，这个床，这个设备，真好。是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，嗯、吃糖的故事。以前穷，糖怎么吃呢？舔两口，放兜里揣一个月，再拿出来，再舔两口，再揣一个月，再舔两口，再揣一个月。大爷，您还有这癖好啊？让你说中了，来尝尝，正好有空。哎，大爷，我就不用了，啊、我不用了，不用了、啊。咱今天就讲到这儿吧，我后边还有工作呢。好嘞，您躺这儿休息会儿啊。我知道啊，你不喜欢听吃糖的故事，我跟你说说皮皮虾的故事。来，大爷，咱明天再讲好不好？行吧。不打扰您了、啊。行，那大爷您躺这儿休息会儿，一会儿您要感觉到不舒服啊，您就按呼叫，我听到我就进来了啊。哎、啊，辛苦你了、啊。哎，行嘞，谢谢。大爷，那您休息啊。哎，好了，耽误你时间，哎、不好意思了啊。哎，哎呀，哎呦，大爷，您怎么了？我不舒服。您哪不舒服呀？皮皮虾没讲完，我不舒服。哎呦。我说大爷，咱能不能别闹了、哎？我就会跟你讲皮皮。爸，我们来看见了，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感觉不好。怎么还不高兴了呢？他不让我吃皮皮虾。怎么不让我爸吃皮皮虾呀？不是我，来来来，得算我的。你们聊，你们聊，来。爸，咱不打扰他啊、嗯。他不让吃皮皮虾、哎，你想吃什么？今天我都满足你。哎呀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。哎哎哎、好吃爸，你说你想吃啥？哎呀，我要吃红烧肉。这个爸，红烧肉啊，胆固醇太高了，这不适合您啊。对对，爸，您再想想别的。您看你想吃什么？我要我嗯，我要吃炸鸡，我要吃炸鸡。那个爸，这个炸鸡啊，属于油炸食品，垃圾食品，这不适合您，不健康啊。您再想想，除了这俩，想吃啥都满足您。我要吃塑料袋。哎，爸，这个行给您。哎，说啥呢？你要钥匙吧？快快拿来。那啥爸，你也不能光吃塑料袋啊，你再想想想吃啥啊。我先上个厕所，一会儿回来啊。哎，看着点时间啊，去吧。不是闺女，我就想吃那个。爸、嗯、别生气，你这样啊。哎呀，你看这屋就咱爷俩了是吧？你想要啥我今天全满足你，跟我说。我别的不想要啊，我想要解手。你手也没绑着，解什么手啊？我要去方便。你现在不挺方便吗？我要尿尿尿尿！哎，慢，我扶你，快，慢点。想什么呢？我慢点，怎么那么难跟你沟通呢？哎、听力不好、啊，我来看你来了。你大儿来了，呀，他来了。哎，你来干嘛来了？我来看你来了吗？你看着我了吗？看着了，没什么遗憾了吧？没啥呀、啊，家里都安排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你可以安心上路了。再见，来，别，爸，我上啥路啊，爸？来来，爸，我跟你说啊，就得保持这种就是乐观的这种精神。别跟我提精神，被你们这么一折磨，我都神经了，我快。哎，你们别这样，行不行？哎，爸，我回来了。我想吃啥？哎，你咋回来了呢？我来看咱爸呗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能看好自己就不错了。哎、你说咱爸在这住院、哎，你也收拾收拾家啥的，让咱爸省点心啊。哎呀妈呀，咱爸没住院的时候，我天天收拾屋啊，我呀。哎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可以替他证明。你瞅瞅、啊，他从来没有收拾过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我就说你还能收拾家了，一天天不让爸生气。说我，哎，你们收拾过吗？哎、你可别这么说。你一个礼拜来几次？我问你，你一个礼。行了，哎，你们要吵架出去吵。啊，我出去啊。哎，爸，不是那意思，不是那意思，是。吵架啊，都过来看您的，高高兴兴的啊。可不咋，爸，你想想啊，现在那外边的孤寡老人多肉啊，啊，多可怜啊、哎、你瞅瞅咱这。说啥呢你在爸面前提什么孤寡老人？是。爸，他说的没错，孤寡老人，我是孤寡老人。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孤，平平安安的孤。孤寡老人，我是认真的。爸，你千万可不能自我放弃呀、啊！你看我这不是一直在这陪着您呢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不都在这陪着您呢吗？爸，你看啊，你女儿、女婿、大孙子，哎，咱三世同堂，多幸福啊！是啊，爷爷，你看这个大孙子，你看你怎么说话了？行了，哎，
今天啊，你们想孝顺我，陪我吃餐饭，哎、我菜都点好了。吃饭行吗、啊？特别好的菜，我跟你说呀，那什么爸，饭我们就不吃了，对对对，我们还有点事儿，我们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您，成爸爸。怎么改天呢？饭我都点好了，你们那你们俩吃吧，爸真有事啊，吃点饭吧。哎，对了，爸，我刚才问护士了啊，您明天可以回家了。你问他干什么呀？我不回家。哎，我不回家。那怎么还不回家呢？回家怎么不比在这儿强啊？就是这儿强。加强。这儿强。加强。这儿强。加强。哎，行了，别吵吵了。爸，你想想啊，在这儿住，那病房一天得多少钱呢？钱钱钱，你就知道钱。那爸，你说你也没有病，你非在这儿住着干啥呀？我没病，我是没病。哎呀，哎，我怎么没病啊？我不是您身体不好，我难受，我得病了，我。你有啥病啊？我得馋嘴病，不让我吃红烧肉，不让我吃烧鸭，我馋嘴，我病了，我难受。行行行，你有病，哎妈，你才有病呢，小兔崽子，骂谁呢？不，你怎么还骂人呢？我骂你们两句怎么了？啊？骂你们两句怎么了？你们当女儿的当儿子的说着来看我看我啊，拿了东西就要走，吃餐饭也不吃，我都不知道啊，生你们这个玩儿干什么都是，特别是你，我是你生的吗？我呀，说什么呢？哎哎，大爷，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你说你花钱雇我们来，我们也不容易。来来来来来，你起来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是不是有病？不好意思，哎，陪你们玩儿，哎，天天陪你在这唠嗑，你给我多少钱呢？你？打我、啊！小的不好意思，我刚才着急了。你这有点过分了，你们演的还打人呢，你们演的太像了，我都想，这太像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是我着急，我入戏了。这样啊，大爷给你钱，给你钱，不演了、啊。大爷给你加倍，给你加一倍工资，好不好？告诉你啊，大爷，不是钱的事儿。大爷给你加十倍工资，爸爸，哎，你干啥呢？我爸，你有没有点出息啊？这是钱的事儿吗？我告诉你大爷，这真不是钱的事儿，你听我说啊。我刚才你看啊、哎、今天已经超过15分钟了，这里里外外我们陪你演5天了，你说我们挣钱也不容易，还挨着你的打，是，然后还遭了罪，是，对吧？你这样，今天先这样，你再换一波团队啊。我们先走了。行，我们演不了了，演不了。我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你们演得太好了，前面一块有机会再合作啊。慢走，我实在是。老头啊，老头，你说你欠不欠？好不容易有人来陪你了，还把人打走了。行了，和你收音机过日子吧。哎呀，想想啊，那时候吃糖的事情吧。你能不能快点啊？一天到晚磨磨唧唧的，你干嘛呢？你给我赶紧的，你给我站好了。我问你，你多久没来看爸了？我这不工作忙吗？你工作忙，你工作忙，我不忙。不是姐，你一个女人，你有什么可忙的？我女人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咱爸可是打小对你最好了啊，把那好吃好喝的都给你了，你这样对得起他吗？说，你多久没来了？我不就半年没来吗？你还半年没来，你好意思啊？我都替你丢人害臊。姐，我好意思，你好意思吗？你多久没来了？我多久没来？我肯定比你强啊！你说，我6个月。合着咱俩上次走了就都没来是吗？你是儿子，你不来，你凭什么让我来啊？你还是老大的，你怎么不来啊？我老大怎么了？啊，你牙花了，你不来？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不知道这养老院啊？不好意思，你俩干嘛的呀？看我爸的。谁是你爸呀？就里屋那老头。三床的。等着。大爷，吃饭了您？哟，来听故事了。不不不不，大爷，外边有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说是您的儿女，想进来看看您。哟，不玩了，不玩了啊！吃饭了，饭点到了，下次有机会再合作。行行行行，大爷，您吃着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下手有点。你跟他说一下。行，您忙着啊。好嘞，哎，你俩，大爷说了，今天太晚了，不玩了，让你们就回去吧啊。大哥，我这来看我爸，没跟你玩。我亲爹。亲的，你们还知道你们是亲生的呀？老爷子一天，算了，我也懒得说了，你俩自己进去看看吧。他什么人？哎呀，老大，老二来，哎。
呀，一桌菜，咱吃饭了啊！今儿啊，咱们一家人难得团聚在一块儿。爸说两句。老大呀，哎呀，我知道你忙，爸爸是担心你。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在外边工作，我，老二你还笑？你看你还笑，你一个孩子，从小我最宠你，啊。你也不知道替你姐来看看我，你个不懂事儿的。好，爸啰嗦了啊，来，哎呀，今儿咱们难得聚一块儿啊，喝一杯，咱们一起喝一杯好不好？爸爸祝你俩事业有成，一切顺利，干杯！爸。哎呀，烦不烦呢？我吃饭呢，我刚才是不小心，我他打了你们一下，但也不至于说你们。爸，我们错了。说什么呢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？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来，没吃饭的吗？一桌菜，来，这个碗，好，快，这一桌菜。爸，你错了。没事儿，爸，没事儿啊，我先给爸你扯着腿、啊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？爸，我错了，爸，你也不错，你怎么能拿这钱呢？是啊，快给爸，白挨打呀！爸打你不是故意的呀！我根本就不知道。爸呀，这钱我不是说不能还你，但你说你打，爸是谁啊？哦，这个我解释一下，我介绍。哎，不用解释了是吧？哎。这么快就换团队了啊！来，看看来，哎，我换什么团队啊？赶紧忙活起来！上，来，你是干什么？咱爸是这么的吗？咱爸吃劲儿，这是真的。咱爸腿是这么捏的吗？一点都不专业。不是，这是真的。爸，哎呀，我想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？爸，那天呢，我爸，我们不是不是来不好，我是我恨你爸。父母的头发白了，把满头的黑发给了我；父母的脊背弯了，把挺直的脊梁给了我；父母的皱纹多了，把最美的面孔给了我；父母的青春没了，把最好的年华给了我。当我们渐渐长大，爸爸妈妈们却在慢慢的老去。老爸呢，总是会说，女儿啊，要注意吃饭啊，身体最重要。老妈呢，总是会唠叨，儿子别那么辛苦，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就好。絮絮叨叨中满满的牵挂和爱啊。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，我们有多久没有陪他们一起散步，没有陪他们唠唠家常呢？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起了爸爸妈妈，不如给他们打个电话，或者陪他们吃顿饭。爸爸妈妈的爱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，只要我们不视而不见。